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长得像乔努的台湾议员的儿子。昨天韩国媒体报道了一则标题为以外貌酷似乔努而成为话题的台湾议员儿子的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当地时间13号，民进党立法委员郑云峰的儿子德德开设了自己的 IG 账号，并发布了一则现实动态。德德虽然是普通人，当在郑云峰的选举活动中偶然曝光后，开始受到网友们的关注，被称为台湾版车银妞，急速登上即时搜索关键字，一下子就抓住了当地女性粉丝的心。据说从小就拥有初中外貌的德德经常受到娱乐圈人士的挖掘邀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明显的娱乐圈活动迹象。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长得有点像产业是 SM 像，长得很帅是产业加苏货，不是产恩努。哇，真的马上就想起了苏货 KK， 是长得很帅的暖男，但不像产恩努。 SM 像长得是很帅，我觉得在 XO 里面也不会有违和感，虽然不是产恩努，但看起来是同一类型的，不知道像不像，但请做我的男朋友吧。最近只要长得有点帅都会说是乔努 KK， 虽然不像乔努，但确实长得很帅，所以现在长得像乔努已经成为长得帅的另一种说法了吗？乔努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代名词了。真的最近什么什么乔努也太多了，听说甚至也有 YouTube， 不过这位长得确实是蛮帅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乔努刚发表的 solo 歌曲 Stay。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偶像运动会传奇男男一斗动图。看到自家粉丝对别家男男一斗欢呼感到很无语的 Monster X 出恨，超级敏感的 Highlight 羊牛草，赢得比赛后跑向粉丝拥抱他们的 Shiny Mino， 黄色运动服的他 Seventeen 穷汉，黄色运动服的他 Seventeen 明佑，射箭的 NCT Mark， 被艺人耽误的足球选手尹度俊，保龄球男 NCT Chaehyun， 自拍中的 Impinity 최고야이的 임시완， 白色守门员정세훈，粉色守门员 The Boys 주연，偶运官方马 P2B 成果，罚站的 Impinity 成果，射箭的他 NCT 前诺，射箭的 Leonardo DiCaprio Seventeen 伯诺，射箭的公子 P2B 육성재。因为和 NCT 查尼的发型一模一样，把 Seventeen 成汉误认为是查尼的 XO 彩混。当时掐你的发型，第一区偶运竞走比赛 Super Junior Eat， 绿色运动服的他 NCT 成武，极剑传奇 P1A 破奇宁，超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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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转接力赛获得金牌的成武，金牌成功。